好了吗？你们好了吗？往前来，我不射你们，不颜射。来，第一首歌 ，Fuck you, fuck me， 不知道 fuck 谁 ，fuck war, fuck anything。 回家吃饭吧，孩子，挣点没用的孩子，拿挣点钱呐，孩子，回家吃饭吧，孩子，回家睡觉了，孩子，别整那没用的孩子，多挣点钱呐。 宋磊都脱了，抢我风头，我得脱，缓一口气啊！年龄有点大，我在西安做摇滚乐的这个圈子里边是最老的啊。我一个人有两支乐队，还有一支叫裸体注射，这回没有来，下回争取来啊。Fuck CBC，Fuck Chinese。 fuck 完了以后怎么办呢？就得给他毁了，所以下一首歌毁灭。
你们不要再往前来，你妈逼！你再后面看蛋，爱骂人啊，爱骂人，大家见谅。从三岁开始就骂老子，嗯。下一首歌是不是得歇一下？不用歇，不用歇。这回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老二。 主音吉他手老二啊，是他在西安还有一支特别好的乐队，就是法兹。我们那儿缺人，关键是有没有人兴趣去跟我们去西安发展？啊？啥换了？啥坏了？文必须文。 这个纹身的故事得讲啊，要发个 CBC 发个 Chinese， 纹身师纹的时候说，这个赠送给你，这个纹身师特别牛逼啊！我来个身子就是个报纸，随便。报纸哥啊，随便，纹那呀，造那呀的啊，开始造起来。放下！ 真正的信仰。
谢谢大家。有一首歌是一般我们就很爱演，这个歌名叫生活，这个歌名叫生活，不是那个生活，不是那个生活是一团麻，不是那个啊，是生活。为什么要唱生活？因为生活真他妈的操蛋，必须得操起来。宋老师你得做乖动作。我不害怕你。生活，老二知道生活吗？你最近生活咋样？好啊。啊，你幸福吗？很幸福。CPC 在，谁都幸福不了。那也保不齐，得锻炼身体。来吧，生活。学我，不要给他下跪啊！我刚刚是给你们下跪，不是给生活下跪。下首歌是我们这个乐队成立以来，一直就是用阿元这个方式伴随我们成长。这是我大学的时候写的一首歌，叫《实验小鼠》，就感觉大家都像，因为我是学医的嘛，就给那个小老鼠注射各种毒，然后你就再给他打解毒的，然后你就看他。我感觉大家在天朝吧，都跟小老鼠差不多。实验的小鼠啊。行不行？小鼠
贡献他的痛苦的实验的小说，想找出路，玻璃的外面还是没有去处，可怜的小鼠在沼中狂舞，原来旁边的人已经开始投毒了，实验的小鼠只想愤怒那长长的尾巴，再给他马上是搞行为艺术的啊，啊，好像剩最后一个了，不好意思。这歌名是报着不报呀？最后一个了啊，这个歌跟大家都有关系，这个歌名就不报了，反正就是骂。我们这来这儿就是发泄和骂啊，大家见谅。有人跟我说，哎呀，票房多少呀？有没有人喜欢你这个乐队啊？我说管你妈的票房，那什么什么喜欢不喜欢，就造起来，就骂他丫的，是不是贤君？也不管票房了，这都很就不赖了，要什么自行车是吧？不要自行车了啊！来吧，开始。
百姓他挺快乐，猪狗不如也能活。公款旅游，公款用车，公款嫖妓，公款吃喝。公款旅游，公款用车，公款嫖妓，公款吃喝。操你妈的党，操你妈的国，操你妈的制度，操你妈的中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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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操你妈的中国，操你妈的中国。操你妈中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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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操你妈的党，操你妈中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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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大家。黑子龙乐队，放个 CPC 啊，放个 CPC。好，对了，我们大冠有一些贴纸和 T 恤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有机会去西安玩。